是联络吗？关心时事，创造优势，请听好事903整点新闻。听众早安，欢迎收听这一节好事联播网整点新闻。首先来关心天气，今天各流云系当中有梦雪，仍然有短延时的强降雨，台东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。而第12号的中度台风尼科，暴风圈已经通过了台湾的北部近海，往黄州沿岸前进。第13号的中度台风波伯对台湾的天气都最有影响，而原本位在琉球岛南南西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，在今天清晨升格为第14号的中度台风南马都，未来预测向西北朝日本南方海面前进，短期内对台湾没有直接的影响。今天各地则是属于多云到晴，北部跟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。我们预估不到的时候，